很久没送花的可以做做看，毕竟这也算花的一种。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切开花的香肠，烙上面条，多做一点，要不不够吃哦。下锅炸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香肠慢慢开花了。拌鞋底都好吃的配方在屏幕上咯。倒入炸好的香肠，拌拌均匀，撒上葱花装饰一下。面条炸得焦香酥脆，香肠又 Q 弹入味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